好多嘢我係乜嘢都會買㗎，咁咧我哋先做咗鋼琴先好冇？好，好，你要留翻幾分鐘同我唱那些年㗎喎，我哋仲未練完㗎嘛，那些年我哋係。又回到最初的起點。我尋日先至講完 Marcus 你好好笑啊，因為你每一次嚟唱呢一首，你就好用心唱起點俾我聽，我好欣賞你呢一個。 OK， 好，騎路。唔係黐點，又係呢句。唔係黐點。OK， 好，搞笑。睇住先，認真啲。點解你會有我咁靚個貼紙黐咗喺度嘅？邊個獎勵俾你㗎？ 婆婆買媽咪貼嘅。好，嗱，你首先坐好個人先。我幫你褪翻我個位。OK， 好啦，然之後咧，我哋。 記唔記得琴上面嘅位置喺邊度呢？係唔啱噶，我哋要擺咗我哋右手先。係啦，醒目，你記得坐過嚟少少喎，爭啲啲，好，非常之準確啦。咁你隻左手可以擺埋上啦，因為咧佢同佢定位噶嘛，大家一齊 share 個手指公位，咁咪一人一架就啱啱見到，同埋啱啱好咯，係咪？啊，咁我而家打開本書咯喎。咁我哋應下節彈一次 Jingle Bell 先啦，好唔好先？好。嗱，一次噶咋，我唔聽咁多次啦，因為 Jingle Bell 我哋好叻啦，已經，好唔可以？好。預備開始。 好咧，OK，咁呢兩日就你屋企自己彈俾爹哋媽咪聽嘅喎，得唔得？呢首歌我哋新年會彈聖誕歌啊嘛。<笑> OK，又貼咗貼紙，貼咗啦已經。好啦，呢個咁靚嘅咧，我就黐個大啲嘅貼紙俾你。你遊得好靚啊，有冇叫媽咪幫手一齊遊先？我冇。哇，咁咪叻仔咯，係咪啊 ？OK，very good。 好，咁我哋咧而家開始又彈啲咩歌咧？而家阿 Marcus 咧對右手啲音，你熟未先？我想問。熟啊。你覺得隻左手係咪好悶啊？已經。係。係啦，咁可唔可以 get ready 用左手彈？好。好，不過咧。
換咗周彈琴之前，可唔可以幫我再彈多一版嘅練習曲？係呢度。呢兩版一次過學曬呢兩版，唔使全部學曬。呢版我淨係需要你學過 A， 呢版我淨係需要你記住嘅 G 同 A， 認住佢哋嘅樣得㗎啦。所以你嚟緊又要諗下有冇朋友叫 A 字頭嘅，有冇朋友叫 G 字頭嘅，有冇咧？嗱，媽咪唔係啦，我知佢叫 Irene， 佢唔會有呢兩個字㗎啦。有冇 A 字頭嘅朋友？Amy， Anita， 我唔知道我哋，唔系 Animal 系动物，Animal 系动物，Animal 系动物啊！我唔系讲 Animal 啊，我讲 Annie 唔系 Annie 啊 ，Annie 好啊 ，Annie 啊，仲有 Gigi 咧，Miss Annie， 写咗啦，仲有。仲有 G，Miss Gigi， 系喎，右手都有 Miss Gigi 嘅喎，有冇另一個 G？ 我驚你唔記得，即驚你弄亂。Miss Gigi 係 right hand 嗰、那個 ，left hand 嗰、那個。考你啦，又要諗多個啦。爹哋冇呢個字噶嘛？冇。有冇咧 ？Grandma 得唔得啊？好啊，暫時 Grandma 先啦。你諗到一個好嘅名字，我哋先至再改翻佢。低音係 Grandma， 好冇？好啦，咁你認住咯喎。呢一個樣有個低音譜號，再加喺呢一條線上面咧，就係 Miss Annie。跟住呢度條線嘅下邊呢個 space note 就係阿 Grandma。OK， 得唔得？好啦，咁而家呢兩版咧，我淨係做頭嗰個人。剛才的恐龍阻住了我，所以說花了，因為這裡是這樣甩突，所以我就說什麼來的恐龍咯，恐龍的張貼紙是立體的嘛。我說這個什麼？沒有啊，我畫錯了，不小心一撮這樣寫了上去。 OK， 好啦，現在這一版這兩版呢，這個不用理的，是啦，你說得對，不用理的。好，咁呢隻手可以休息一陣先。好，換翻呢隻手上去。個低音譜號。咦，你咁叻嘅，一擺就擺啱嘅，係咪撞㗎？嚇！得唔得？到呢度啊？呢一個係 C、B。你起咧就啱，不過起得太少，起多啲再彈落去，得唔得 ？OK， 好。A good， 咁呢個 A 我係照長少少嘅 ，OK， 跟住輪到 A， 跟住 B，C， 好，跟住 C。你自己在家是很勤力的，你想練多一點的，下面全部都可以練的，行不行？嗯，我給你拍子，拍子剛才呢有個 BB 教我這些叫做彈床舞，你覺得像什麼？我就不知道了，我就沒有說的，他就教我這個是彈床，拍子是這樣，數一我覺得咧，好似個麵包，唔係，好似咧啲水，啲入面啲水咁，
啲水游唔游緊水？游泳池。係啊。好啦，咁我哋當佢係個 pool 啦 ，swimming pool， 四個 swimming 細 pool。OK， 咁就要數拍子。頭先你彈嘅，我幫你啊。一、二，望住書，唔好望手指，手指我幫你控制緊。三、hold 四。嗱，講緊嘅呢啲唔係手指啊，記，我再講多次，佢係拍子啊。跟住一、二。盡量試下咯喎，得唔得？好，輪到隔離呢版啦。咁呢一版我俾個男仔試試你。我哋講好咗噶嘛，今日每一首歌我哋都會有一個貼紙獎勵噶嘛，啱唔啱？好，隔離嗰個啦。Grandma 喺邊度咧？睇住啦嚇 ，Grandma 今次就出現咗一次嘅啫，就係呢個 G。其他嗰啲就係簡單嘅，我俾埋個 swimming pool 你先。一 hold 住個，三四，一 hold 住個，三 hold 住四。試下咯噃，望住書，我幫你控制手指。嗱，我唔幫你指噶啦，你自己由呢度開始 follow 啦。一，好注意。三，四，一，好注意。三。我哋就唔 spend 咁多時間喺呢兩首練習曲度，翻屋企自己去練習 ，OK？ 咁我哋而家事不宜遲啦，就嚟頭先 Marcus 講嘅兩隻手嘅歌啦。呢一首歌咧，我記得好早之前係教過你，叮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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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有冇聽過？定係唔記得咗？唔記得咗。咁而家咧就唔需要睇手冊嚟到彈啦，而家我哋係睇。叮噹叮噹叮。OK， 佢而家我哋要睇五線譜嚟到去彈噶啦。OK， 咁都係一個新，我哋執，你冇執，係啦。都係算係新啦，因為我哋要好認識，即係真正嗱呢度以前有啊，好早之前咯。係啦，而家全部都唔係睇英文字母彈噶，我哋要有個進步啦，就係睇五線譜嚟到彈。彈之前咧 ，Marcus 兩隻手休息一下先啦，唔好咁辛苦。係啦，我都知道你好易出汗，好緊張。你望一望呢份譜，你讀曬啲英文字俾我聽。啊！唔係啊，眼粉。Letter name 啊，真係由呢度開始讀。啊 ，good， 我嚟俾个 tick 你好嘛？代表你 OK 噶啦，跟住过嚟呢度，啱啱学咗嘅，我提你啊，你学咗两个 Miss Annie 同埋 Grandma， 咁佢系边个？
唔係 A， no A。呢度我補翻個貼紙俾你啊。唔係 A，C 係啦。跟住佢呢個係好長嘅 C 啦，跟住就去呢個啦。你去邊個？去呢個。嗯。EDC。啱。跟住又去翻呢個。好熟口面嘅呢個。G 啱 grandma。跟住咧，我哋咧呢度完咗咧，就係睇呢一度嘅。呢度開始。所有嘅譜都係咁，係啦，冇錯。嗯。下面呢個又是第二個 G 啊，第二個 G 啱，咁跟住上翻去，又上翻嚟呢個，嗯，係乜嘢？嗯 ，D D E O C O 呢兩個是一齊的意思，右手是 C， 左手是邊個？grandma 定 Misani？grandma 啱，呢一首歌全部左手都是 grandma， 得唔得？冇 Misani 出現。幾時有 Misani 咧？下一首歌有下堂教，好冇？嗯。淨係 grandma 啫，呢個。呢一首叮當叮當淨係 grandma 啫，得唔得？好，咁而家我要教你去睇上面個紙嘅 keyboard 先，因為咧你要認位。哇！咁大。花咯，送俾你噶嘛。送隻花給你男仔喜不喜歡收花的我喜歡聖誕花紅色那些是啊哦好特別啊那你會不會第時送聖誕花給女仔我要擲一棵先聖誕花通常放在那個花盆咗送噶嘛？我摘咗佢，摘咗佢送聖誕花俾你好嘅，你送聖誕花俾我都好開心嘅。我冇啊，冇，我依家冇啦，系咪啊？冇曬啦，以前有聖誕花，屋企有聖誕花。唔係，我依家冇咗啦。係啊，冇咗聖誕花啦咩？而家啱啱先聖誕都未到，呢個擺曬出嚟，而家有，仲有嘅喺樓下。是咯，不可以摘的。不可以摘的。是啊，千祈不要啊。笑死我了。笑死我们不准讲笑了，再讲笑我们唱不到那些年的了。OK， 好了。刚才 Miss Betty 讲到哪里啊？刚刚讲圣诞花之前在哪里？你记得了。嗯。啊，我记得了。这里有个纸的 keyboard 的嘛，是不是？个纸的 keyboard 呢，你知不知道 Middle C 是哪里？嗯，佢寫咗俾你嘅，其實不過我考下你啫嘛。佢冇寫個 middle， 但係佢就寫咗個 C 俾你咯，就係呢度。咁我寫埋個 middle 喺度啦，中間嘅。咁咧而家咧，你呢一首歌要用嘅音係邊幾個咧？就係右手係呢幾個 ，right hand，R H 代表 right hand 得唔得先 ？Left hand 得一個啫 ，grandma，left hand。淨係佢嘅啫，即係話而家 Marcus 咧，你一陣間擺呢隻手喺個琴度，你得四個 key 要彈嘅啫，就係呢個、呢個、呢個同呢個，其他嗰啲係唔使彈嘅啦。過 G 冇啊，冇啊，呢首歌冇，得唔得？點解佢仲睇到咧？唔係，我查咗佢話俾你知，唔使彈咯呢幾個，得唔得先？好，咁而家你幫我擺兩隻手喺個琴度先。要擺翻你可以彈到呢四個音嘅位置，你可唔可以幫我試一下音先？我要 G， 唔好嘅，唔好嗰個，冇嗰個，查咗啦。我要呢首歌嘅 G，grandma。俾啲力行落去 ，good。我要呢首歌嘅 middle C。首歌的 D， 唔係 B。
以呢首歌嘅 E。啱，好啦。咁而家咧，你就望翻本書咯喎。你本書上面寫咗你啱啱講嘅 E， 嗱，你頭先啱曬㗎嚇，所有右手。陣間希望你唔好彈錯俾我聽啦嚇，就彈嗰個音啦。咁你就會聽得到你自己彈嗰首歌。而家可以開始。不如第一次我講俾你聽啦，好唔好啦？第二次你先自己彈啦，聽住啦嚇。E、C、D、左手 G。錯音。跟住右手嘅 C、D、E、C。跟住 E、D、C。左手嘅 G。係，跟住係G G D E C， 好，跟住兩隻手指啦，右手係控制個 C， 左手係控制個 G， 咁就嚟啦噃，一齊彈啦噃 ，ready， 嗰兩隻手指 ready 咗未先？Ready 就彈下去啦，預備彈啦，彈到，我幫你控制第一次先啦，呢度，彈第一下我幫你啊，一、二、三，第二下自己嚟，呢兩隻，二、三，再嚟第三格，二、三，最後一個。Very good， 好，淨係爭啲手指唔夠靚啫，即係呢個咧，你好似拍落去咁，其他咧就彈得好好啦。最後一次彈埋咧就可以休息啦 ，Marcus 好冇？我哋做少少 theory， 彈一次俾我聽，我唔會提你噶啦啲音 ，OK？ 你錯咗我先 stop 你嘅啫 ，OK？ 由第一個音開始自己提，可以開始。Dun dun dun dun.